魏政委，姜老师，老郑在吗？啊，在。大志，魏政委来了。哟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我们那个没事，我们正在商量去北大荒的事呢。去北大荒，好事啊啊！商量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凭个人自愿嘛。对，咱们回去再想想吧。走。哎，再聊会儿，没什么可聊的。我们走吧，魏政委。 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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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走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老郑，你像老傅回来，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不清楚。是，哎，对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啊，啊，没有，我没有。 喝水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啊，姜老师。有就说，没关系啊，有想法呢，我认为是正常的，啊，但是千万不要影响工作。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老傅回来呀，会给你穿小鞋嘛。有什么事情呢，我可以去调解啊，我可以向他解释嘛。不过我认为他回来以后啊，你应该主动的跟他道个歉，毕竟在那个场合。 你说出那种话，对他来讲不公平啊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也不尊重，是不是？啊，魏政委，达氏对傅政委一向都是很敬重的。是是是。那一次确实是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即兴那么插了几句话，他确实是无心的呀。是是是是是，姜老师，我知道，但是别人就不这么想了。你像你是老师，你知道，任何即兴的东西，他也有思想根源的。 你说在这个场合，你说出那种即兴的话，对老傅，那是一个影响很坏的事情，对我军这个医务管理干部的形象呢，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魏政委啊，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做什么解释。是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说了就说了，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一切我悉听尊便。是。 浩梅，瞎叔叔是不是说的挺逗啊？我不喜欢相声，相声你都有趣啊。那你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唱戏，还喜欢听音乐。唱戏有啥意思？啊？别吵！干什么呢？啊，深更半夜的，扮什么鬼脸？学什么小丑？啊？魏叔叔，元超他没学小丑，他在学唱京剧，送我回家呢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啊！喂，有话不知道好好说呀，啊！他是政委，你得罪他干什么呀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无非米亚洛的科主任让我当个普通医生，这不更好吗？妈妈，回来啦。 怎么了？撅着个嘴，啊？奇怪，我和元超玩的好好的，他爸爸过来骂了他一顿，我跟他好好说话，他不理我，还瞪了我一眼，这是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行了，准备睡觉，去洗洗去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得罪人的结果。 说啥？想不想进城啊？想。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，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个屁！父子刚，你要不要脸呢你？我咋不要脸了？你不是办过事吗？再也不去那医院了。我就是这么跟张部长说的，可张部长批评我了，告诉咱是共产党员呢，能信这个吗？你不信我信，用句老话讲，他就是你命里的对头，你一撞着他你就倒霉。你想想。 你在东北的时候，连长干得好好的，就因为他。
一撸到底吧，啊！后来都快提团结了，又因为他，你非得跑到医院去干什么副政委，结果呢，他告了你一状，害得你灰溜溜的就离开了医院，这些你都忘记了啊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提他干嘛？我是让你别记之不记达，接受点教训。朱大嫂，朱秀娥同志，你也是个老党员了，咋不知道军令如山呢？丈部长亲自点的将，我能不去吗？啊？再说了，过去的事情也不能全怪老郑啊，谁让咱们没文化，大老粗门外汉呢？如今不同了，你男人现在是后勤学院的高材生啊，啊，完全有资格领导他们，也有能力当好188的院长。再说了，你得为孩子着想吧，俩孩子都大了，该上学了，将来的教育跟得上吗？你不能让邱少长大了跟你似的大字不识几个吧？啊，哎呀，为孩子想一想啊，为孩子受点委屈算啥？算啥呀？啊，坦克啊！妈妈，妈妈，我们要进城！妈妈，我要进城！哎，周大嫂，这主席像拿不拿呀？行了行了，我来吧，甭管。从今往后，不准去他们家。为什么？老师说。听我的，听老师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训孩子了。连城，来，妈给你洗脚啊。喂，我批准了吗？你别吓着孩子。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你少插嘴啊。过来。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不跟他们一块玩，也不去他们家，这还差不多。过来，你有完没完？过来，听不听？就来，怎么又起来了？啊，睡不着了，抽不进。别抽了，最近阴影越来越大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新民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走？上哪？我想报名。去北大荒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？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的吗？不行，我不愿意，我可不去那种鬼地方。怎么会是鬼地方呢？那儿啊，现在已经开垦成大的农场，将来啊还会更好的。可你是个外科医生，我是个教员呀。是啊，那儿急需的正是咱们这样的人呢。那孩子呢？当然带去了，在那边上学。是啊，那边条件比这边肯定要艰苦一些，但是那正像老孙说的那样啊，那边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，就像白纸怎么写怎么画全由我们自己。不想在这边我待着，我总觉得心里面憋闷得慌。你是不是还在担心老傅啊？我觉得他不会是那样的人。我知道老夫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好人，但是我接二连三给人添麻烦，我从心里面觉得我对不住他，所以我想啊，我还是走了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他来当这个院长会顺利一些，也算是我帮他一把吧。郑主任，你这是老赵院长，怎么回事？您这是郑主任，哎。
郑主任，团长，团长。他这回很积极嘛？是啊，郑主任一表态，很多医务骨干也都表过态，而且每一个科主任都报了名。政委，我们不会真放他走吧？为什么不放他走啊？郑主任可是我们医院的元老，又是专家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少了一个郑达志，咱188就垮了，就没有人到咱们医院来看病了？我不是这意思，吃点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历史啊，是由人民来创造的。任何人在人民面前，那都是显得非常渺小的。我最反对那一套理论，什么专家治国呀、专家治院的啊，那少了姓张的屠夫，你李世飞天天吃带毛的猪肉了。可是副院长马上要回来了，这时候让郑主任走，您觉得合适吗？啊？不合适，那你告诉我，啊，哪里不合适？老魏，行，老魏啊，刚才后勤部来电话了，让咱们赶快把支援北大荒的名单报上去，另外让咱们再派一个有经验、当过领导的干部去打个前站。放心吧，这个同志的人选我们已经有了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。谁呀？郑达志，郑主任啊？啊，郑主任可是专家呀。你的意思是？专家就不能去北大荒了？啊，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很需要他，我们这里需要他，那北大荒更需要他，啊，你想啊，我们要派最好的同志去北大荒，如果派不好的同志去，那不是给北大荒添累赘吗？你要充分领会党级精神。得得得，您别忙着给我上纲上线，我的意思，咱们这里更需要他。那北大荒条件啊艰苦，什么冻伤啊、外伤啊，肯定有不少。他英雄原有了用武之地嘛，那也算我们188为国家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嘛。行行，你们说了算，要去你们去。不，什么叫我说了算啊？啊，这是他自愿的一个结果嘛。要谈你谈，我不去，我自己还想不通呢。这什么素质？政委，那这怎么办？他不去，小李，你去。啊，我去。欢迎啊，老傅。哎，坐。你能回188当院长，我们太高兴了。家属的事都安排好了？老婆孩子都带来了，这回真准备扎根不走了。太好了，可惜你来了，郑达志却要走了。郑达志要走去哪儿？北大荒需要人支援，188把他的名字报上来了。他怎么能去啊？派谁去他也不能去啊。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他自己坚决要去。院党委也同意了，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老林，这事不能着急，我回去跟老魏商量商量，换个人去。他走了，我要回去干什么呀？可以，你走之前最好先跟姚部长打声招呼，他主管这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，哎，再见啊。哎，慢走。哎，副院长，张喜英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现在调到后勤秘书处了。好啊，哎，个人问题解决了吗？啊，结婚了。谁呀？李世飞。小李啊，好，那小子实在。院长，您今天是来报道的？啊，不是，找姚部长说点事儿。啊，部长开会去了。啥时候回来啊？不太清楚，那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啊，是关于郑达志去北大荒的事，我跟姚部长说说，不能放他走。晚了，命盖都已经批下去了。发下去了吗？还没呢，那就好，千万别发，我这就回医院啊，我们再研究研究啊。你向姚部长汇报一下，就说我们医院坚决不同意郑达志去北大荒。老郑是咱们医院的骨干，如果他走了，对医院是多大的损失啊！啊，务必请姚部长赎回成命啊。那行吧，我跟部长说一下。好，拜托你了，小张啊，一定跟姚部长说赎回成命啊。嗯，再见，院长。再见。回来了，洗手吃饭啊？不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一早出发去东北。
什么？明天就去东北？嗯。那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是什么都没准备呢。我们是去打前站，你们还早着呢。等我们去把什么吃啊、住啊这些基本条件安顿好以后，你们再去。你说现在去一大堆人，要吃没吃，要住没住，这多麻烦呢。回去吧，别因为我影响工作，回去吧啊！连长，您先去看看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马上就去。对，咱们走去。你别说傻话了啊！你们呢，就在这儿好好安心工作，走到哪儿啊，都不要忘了做医生的天职。院长，您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弄到一起，您自己却走了，您说这叫嘛事儿啊？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院长，车来了，上车吧。我说胖子，院长走，就用这个车送他，你们也太势利眼了吧？太不像话！行了行，坐什么车都一样，走吧。不是，院长，不是我不想给您派两像样的车，咱们就两辆车，一辆上不是？哎，老郑，老郑，老郑，来来来，我来欢送你了啊！魏政委，哎，人家郑院长在医院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些年，啊，怎么着也得派个小车送送他吧？对，这也太让人是啊是啊是啊，那小车呢？啊，上火车站接副院长了，不还有一辆的吗？还有一个，对对对，叫过来，叫过来。好了好了，这车挺好，我坐这车啊，透气儿，敞亮。啊不，哎，你怎么你得上前面去？老郑，老郑，哎，院长，院长，老副教回来了，你不等等他？没这必要。那个，坐前面去。哎哎，中。院长，您保重。院长，再见。您保重。好，再见。保重，保重啊。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院长，哎，李世飞，院长好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大嫂，来给我，你好，哎，就这，坦克，坦克，叫李叔叔，李叔叔好，哎，你好，走吧，走。老郑没走呢吧？哎，我来的时候还没走呢。那太好了。他知道我来吗？哎，知道您回来。听说你结婚了？是啊，去年结的。小张是吧？对对对，张秘书啊。老魏，老魏，老郑，想死我了啊！哎，老郑，你好，你好，老郑，老方。哎，我可是舔着脸回来的，你们不许笑话我啊！我盼着您回来呢。哎哎，大嫂回来了，又添了个闺女。哎，
哎，酋长，来，叫叔叔们好。叔叔们好。副院长，哎，您好，我叫冯万年。冯副院长是吧？这次您回来了，我们就有主心骨了。对，不能这么说，共同努力嘛。哎，老魏啊，我听后勤说老郑要走是咋回事？啊，你先回去收拾收拾，回头我再跟你说。不行，我跟后勤说了啊，老郑不能走，再派一个人去，听见没？名单已经报到总后了，现在他去后勤集合了，那个到牡丹江打前站了。老郑走了？啊，是啊，没准现在已经上我车了。你不说老郑没走吗？哦，可能是我们刚才路上碰见那辆车吧。哎，老婆，副院长，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，老婆？你回去吧啊！我等您上了车，我再走。没事，我没事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对了，新民跟孩子有什么事儿，你帮着照顾一下啊。哎，走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好，回去。那我走了。回去。昨晚有执行任务，知道吗？不管你说啥，你不走就行。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啊？躲我门都没有！你不说过吗？这辈子咱俩是绑在一块儿。你真是多余！他走了不是挺好的吗？他非得灰劲巴拉的把他给追回来，给自己这找麻烦。大嫂，你小点声。老郑在对门住着呢，是你还非得要跟他住对门？跟他住对门是你提出来的？我什么时候提出来的？忘了吧？那年参加完老魏的婚礼回来啊，你说的，你要伺候姜老师坐月子，就你记得清楚，确实，你的想法也对啊，离姜老师近点，对咱家坦克的学习有帮助。哎，坦克呢？说啥？你哥呢？出去玩了。去哪儿玩了？去广场上荡秋千了。柯美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哎呀，你不是说吗？你爸爸不让你跟我玩。再说了，我很快也要走了，去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咱们再也见不着面了。不，我就是不让你走。放开！我就不让你走。放开！我就不让你走。放开！我就不让你走。放开！柯美，你别哭啊！坏小子，为什么欺文家？想找死啊！你是谁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敢欺文，我就管！柯美，你说我欺负你了吗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他没欺负我。怎么样？那你哭什么？真是！站住！你是哪来的野小子？跑我们医院来撒野？我就这的，我家就住这。柯美，他说他是这儿的，你见过他吗？你们见过他吗？没有。瞧，他们都不认识你。我告诉你，他爸以前是院长，我爸是政委，连我们都不认识。你骗谁呀你？我谁也不骗，我就这的。咱们把这小子抓到政治处去，让李世飞叔叔问问，是贪污还是小偷。小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是好汉，小偷单挑！放开我！不能放开我！
做不是谁下手？谁？快给我点钱！爸爸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把人打成这样！哦，这是你打的呀？我问你话呢。他说我是特务小偷。不管他说了什么，你打人也是不对的，这是野蛮人才做的事，知不知道？你是野蛮孩子吗？姜老师怎么看你不像啊？姜老师，您忘了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你是坦克呀？啊？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？景致，这是坦克，副院长的儿子。臭小子，副院长的儿子，长这么大了？是啊。来，过来，这是你坦克哥哥，叫。坦克哥哥。元朝，这个你应该叫坦克哥哥，这是我儿子，叫魏元朝。来，两个人拉拉手啊，握握手啊。对不住啊，金枝，你看我这混蛋儿子，一来就闯祸。没事儿，孩子在一块玩嘛。嫂子，你晃多少年不见了？是啊，都这么多年了。那会儿你们刚结婚，你看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姜老师，老说做邻居，做邻居，终于做成了。是啊，可也做不了多久了。我们说走就得走。那可不行啊，我们还说呢，过两年让坦克给你当学生。您不知道老郑调去北大荒了吗？啊？真的？是啊。那你家有个男的是谁啊？啊？妈妈，爸爸在家呢。啊？什么？回去看看吧，别弄错了。再见，再见，走走。郑主任没走啊？走了，被我追回来了。为这事儿，你们家老魏还生气呢，这不，现在还不过来呢。谁说我不来了？啊？来了。哎，这怎么弄呢？自己玩磕了一下。怎么能磕那儿了？不赖元朝，就赖我们家坦克，来了就打架。哎呀，这是坦克啊！啊，他长这么大了，坦克还认识我吗？啊，小时候，啪啪，魏叔叔，魏叔叔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好，我跟元朝先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有空上我们家坐坐。好，玩去吧。啊，看你还闯祸。哎，你看看这孩子啊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啊，啥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。后勤来电话了，是非你跟他说一下啊。院长，后勤看了我们报上去的名单，把郑主任的名字给划掉了，这就对了吗？是啊，后勤还批评我们做事不够谨慎，院长，多亏你及时纠正我们错误啊。你看，哎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是我跟不上形势，我错了啊。以后我们又并肩作战了。好，并肩作战。好，跟我去看看老郑啊。不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事啊。那咱们去。哎，那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？那你算医院的人不算，走还是不走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一个老妇，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不管他，我还是要做好走的准备。那老妇硬要把你留下来呢？他留我，看我留不留啊？谁呀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你是傅伯伯。真乖，来亲抚我一下。哎。傅政委，傅院长。哎，老规矩，叫我老傅。你家老张呢？在里屋呢。达志，达志，傅院长和政治处的小李看你来了。达志，我进去。哎，嘿嘿，咋了？累了，你一天做十几个手术也没这么累啊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有手术让我做吗？说对了，今后啊，指不定有多少手术等着你做呢，你可不能躺下啊。什么意思？调你去北大荒的决定取消了，你啊，继续做你的外科主任。小李子，跟他说说。是啊，郑主任，这是院党委的新决定，而且上级也批准了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耍人玩啊？啊，让我留下我就得留下，让我走就得走，是不是？你们给上级马上打报告，
就说我姓郑的，坚决要求去北大荒，坚决不在这干了。你们要硬留我，那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既不上班，也不管事，你们看着办吧。院长，嘿，去。姓郑的，几年不见，学会耍死狗了啊？学会耍死狗了？去去去去去去！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是对我回来有意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上级说，我还回去。我可没那意思，我气的是他们。郑大主任，你哪儿这么大气儿啊？啊？行了，消消气儿。我呀，跟你透个底儿。你知道是谁把你留下的吗？不就是你吗？我哪儿的权利、啊、我告诉你，是总后，还有张部长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执行上级的任务。好了，底儿我可告诉你了，怎么处理，怎么解决，随你的便。副院长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他就这脾气，真要叫起劲来，谁拿他也没办法。院长，要是郑主任真的不工作不上班，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啊？再说在这医院也不好啊。老郑又不是三岁的毛孩子，用得着你担心吗？等着，他马上就出来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副院长太了解你了，比我还了解你。因为我知道老郑是顾全大局的人啊。李世飞，告诉魏副政委啊，就说老郑服从命令，明天就上班。是。等等，谁告诉你我上班呢？要上你上，我是不会上的。哎，你这不是让人副院长两头为难吗？他为什么难？谁让他给我做主了？郑大主任，我好几年没回来了，能不能带我到院里溜达溜达，看看有啥变化？请吧，郑大主任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老毛病，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。那你还攥着干什么？扔了你！你以为我把你当保养啊？我是看你有一技之长，替病人留着你。还有张部长，费了半天劲动员我来，下决定把你留在医院，为了啥？你以为你招他喜欢呢？啊？忘了小了说，是为了188医院的建设；往大了说，是部队医疗事业的发展。你不能让我留个废物吧？我就是个废物。哎。你这话，你要是废物，我和张部长不成瞎子了。我告诉你，老郑，你要是躺下不干，第一个大嘴巴抽的又是我，第二个抽的就是张部长，让人说你们俩傻呀，留了个人什么都不干，还不如不留呢。我就这点不服气。为啥不服气啊？说我政治上幼稚，我承认。不让我当院长，我也没意见。可我不是个废物，让我干的活哪一项我落下了？我是不想多管闲事儿，在这医院里边，我就那么可有可无吗？这医院就那么容不下我，非让我走吗？院长、政委不出面，让一个政治处的干事来通知我。现在要留我，他们还是躲得远远的，还是让干事来找我谈。我郑达这是什么人啊？我还老这个脸照常上班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？这个医院我还怎么待？
还跟我提面子。那我呢？当年当着那么多人发的誓，说再也不回来。如今呢，舔着脸照样回来。我有面子吗？我都想开了，为了工作，面子算啥？面子算个屁！老郑，留下来，留在医院，把工作做好，证明工作离不开你，那才叫有面子。你说实话，你离开医院，是不是躲着我？是，因为我你被调走了，老婆孩子也跟着回家了。你肯定听说了，在医疗会议的时候，我听说了，拿我这个外行当反面教材来着。可你知道吗？在后勤学院的班会上，我也把你当反面教材啊。我不觉得这是寒碜，相反，我把它当成把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的动力。老郑，我一点都不怪你，我还要感激你。要说你郑达志，对党、对医疗事业，包括对我父子刚，别有用心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老傅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们老家还有句俗话：出水才看两腿泥。人这一辈子，哪有光走顺字不走背字的？让时间来证明，让事实来说话。振作起精神，工作当中见，手术台上见，那才是好样的。阿正，知道我为啥回来吗？我就是怕你受委屈，我就是为了这才回来。得了，到家喝两盅吧。几年没喝了，看你的酒量长没长。我呀，唱戏唱死，下棋下死，喝酒我喝死你啊！我说你还让不让人活呀？郑主任留下了，副院长又来了，这回你们医院有发展了。高兴啥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是没关系，可跟你有关系啊。你不是老说跟人郑主任协调不好吗？这回副院长来了，你可以省点心了。怎么还拉个脸呢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。魏景林，心胸开阔一点，别总那么阴暗。我怎么样了？我心胸开阔得很，我怕谁呀？我无所谓。我纳闷啊，这么好的事，你怎么就不高兴呢？哎，你说说，你到底担心什么呀？我什么也不担心。那你乐给我看看。乐一个呀！姑娘好像花儿一样，小花心胸我宽阔。神经病！妈，你别唱了，我写作业呢。哎，副院长，郑院长，郑院长，哎呀，侯正，院长，您没走啊？走了，这不又回来了。院长，老郑不能走啊！是是是，放心吧，太好了，我在呢，他走得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老马，我走这两年闷坏了吧？没人找你唱戏了，是啊。可是郑院长最近这水平可大涨，哎，老郑也会唱，
你也会尝？不行不行，来来来，尝一段，我这可不行，这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来来，我真是会尝什么？可以，来来段断臂剑，好，断臂剑，断臂剑，好，断臂剑不行，这是借口，告诉你，来来来来，你杀那公子，好，你为破孤王恩佛一送。昨夜晚，在宫中，英雄将夫妻们对坐，进去大帐对他讲，对去别人发现狂打丈夫，金龙夫人将金子发。一人三火羊，我怎么办？天哪！好了，就这一句啊！